觉贤大师说：“这个指啊，有两种，专注于外的指和专注于内的指。专注于外的指呢，是普通和世俗的，是专注在一块石头啊或者其他对象上；特殊圣意的指是专注在佛像的或者形象。专注于内呢，嗯、呃，有两种，一个是身体的观想，即以身体为基础的观想。” 专注于身体的观想法是观想自身是本尊身，自身化为本尊的形象，并具有本尊的一切庄严因式和一切功德，或化为骷髅白骨观。基于身体的观想呢，是专注于身体内的某些东西，例如呼吸啊、气脉呀、啊、体内的光啊，或者妙乐的感受啊。大师们所给予的禅修的指导有许多类型，但是呢。 我们将之归纳为具有外在的对象的参数和没有外在对象的参数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是观呼吸啊，观白骨观呢、啊，都是这种方法。我们修白骨观，开始也是看白骨，然后你坐在那里也可以观白骨，观自身就是一个白骨。观久了以后呢，可以去除贪、着、心。